庙会女王陈美英。哇，我们美英唱歌好听，让我们乐手老师上来准备，忍不住帮他们伴奏。因为刚美英只是说，哎、欸，可以上来，可以上来准备一下。对，然后上来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乐器一拿，马上开始弹，马上开始弹，连谱都不用翻。对，我刚才有突然发现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点贝斯的声音，对，好像有那个叮叮叮的声音，还有鼓的声音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！弹电就是弹电子琴的还能打鼓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是麦克乐团，然后呢，对对，我们是每个老师呢都是资历都是12年以上，然后我们在非常多的国家，也在非常多的城市驻场，那也在东南亚、日本还有国外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在非常多地方的海外的乐团，嗯、所以今天会带来一连串，那么是有白衣瓜，对，也是有中文歌给大家，好，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佑佑来介绍第一首歌，来。因为刚刚美英唱了三首的中文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唱一首闽南语歌，这新式的闽南语哦，送给大家。我伫远望着窗外寒鸟做伴，听着歌，想你的形影，我只是想要写着一条送。
声，拄啊这条较新的歌，这条较新。咱即摆唱一条较早的，较早的台语歌。你是突然台语卡住了？对对对，经典的，较经典的。我们后面好像一尊神明，因为大家后面的背景是有那个，不是因为我刚刚啊，我觉得你们这样一。拍那个画面很好看，我找不到我自己的位置，所以我干脆就站在这边，好像也不错，好像也不错，老师也不错，对，老师还后面给你弄那个光晕，好像是跟几尊神明哎，你不要随便给我摆蜡烛，我会生气。好啦，今天来去几条，这条是一公关，翻过来，这条关本来叫做北九厂，对，这个现场的大哥大姐一个都很天回来，来自红灯笼的经典作品。What?
今仔日来看现场的人拢会在想着保庇，尹冠拢今仔有爱的罗宾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来唱一个无同款的。哦，这首歌真特别的新的，太新了，太新了，新的没关系，这种很新的东西给大家。因为现场还是有笑脸音的，我想点笑脸啊，看你笑脸，好不好？那看起来刚刚是怎么出的嘞？哎呦，拜托了，差不多，对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抖音啊，抖音的歌我们来抖一下。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我要回到我这个妈祖的位置。没有啊，你不是要待这里吗？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我这样位置给我妹了哈，陈美一个。戏剧的歌曲哦，带起我现场，对现场大哥大姐应该都是有听过了哈、哦，来，来摩天轨，那都新歌来听啊，来王志贤的歌上来呗，你都还没唱，他们就在拍手。你们的吉他，我安装。
追求。我想你，无论你我到处去，我心的路我准备。本身是男生的歌，好，来个歌手来第一段，因为今天来刚刚大道城的这个城隍庙头前，其实咱就是要，一般上当然拢会要听台语，拢会听台语，因为我们要保持我们传统的文化、传统的语言。今麦要来一个传统的台语歌，较早是最开始是许富凯歌，许富凯哇，啊，不然咱费玉清甲江辉拢有。原来许富凯 是原唱，他是原唱哦。好，来听看卖，这条歌叫做《今夜搁再想你》，花香的催人。Thank you.
是咱最后的期待，这是我的期待，希望你会了解。好，刚刚有特别为大家换了一下歌哦，真的，对，我们贴心，很贴心，一定要给大家适合的，真的真的状况哈。好，第一首一样先给我们的佑佑，那给那恋爱的彻底，我们非常厉害的萧煌奇老师的歌，对对对对对，爱的彻底，我们来唱一下。好，今天把天王天后的歌都一定要唱一下，哈，不错不错，待会还有真正的天王天后会站到这个舞台上。我们今天既然这边请到等一下的大咖艺人，对，所以大家不要太早离开，真的真的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留到最后，看到最后一刻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来个，啊，你觉得你很大咖的？我很大咖，我很，待会还会有比我更大咖的。哎，我是穿44号啦，那还有45号、46号啊？你看你讲 A 同来啊？好啦，咱来一条这萧煌奇老师的歌曲，好，听好啦。我这个起来啊，这蛮万高。天空破了
的天生，我恨我是富强的傲人，你哪能是如此爱的人？歌手 ，OK， 接下来我要唱也是一个天后级的歌手。这首歌很厉害啊，这首歌。这首歌我还好啦，又是两位老师。真的。啊、哦，听前奏，大家知道什么歌吗？哇，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啊、哦。哇，前面这样喝酒就对了。不费力了，好想来一杯啊。这样我都舍不得唱了。找人追，找人话，找你风，找着山，找你江山，冰上水。慢话慢声，慢一句慢一下，慢一路送我上遥远。什么款的山水，什么款的角色，什么款的遥远，变我听那对风铃。什么款的感觉，什么款的对路，什么款的感觉，好过一件无想你。一句一句露出的汗水，如今都会在天。
红龙凤嘛是嘛，各有各一个大咖就是，啊，各有大吉大，大吉大，大吉大就是，五百，哎，五百，五百，刚刚应该有在，可以啊，五百，哇，这五百唱下去感觉要喝一杯酒，我哨子先带好啊，怎么样？来，现场有请吉他手吗？哎，又是他，你怎么弹得那么像？好像哦，向前。
受不了。是天叫我，叫我放纵这爱呀。
机会单独流水，我们不会跟他唱起黑，希望放松的你太多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好生活，我哪会好过这样过？ All night long, all night long, 来来来，电话高分贵，满心的氛围我来准备。我是忙碌中找几天来空闲的感觉。你说快乐寻找 baby， 有的欢乐就走的 baby， 脚踩大地在这里接地气，我们来个不着急的好久。你说我要一生都在爱过，难得。
女人都不要再等候，自由自由，现在就要你说，我要结果，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我要一张车再来过，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，自由自由，现在只要是还是有你说。时间越晚越好笑，好开始，越晚越好。我今天无啉两杯啦，我哪里三杯我就不卡喝酒。我今我一连三杯我吹过啦。哎呦，好啦，我下台之前先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妹妹。啊，对对对，刚刚突然想到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。对对对，这是我的亲姐姐，我的大姐，我是大姐，亲生的，对，同一个工厂出来的，刚这个工厂诶，这个诶，哇。有像吗？有像吗？他脸那么大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脸比较大。啊，我妹妹陈美依，她是我小妹。啊，中间还有一个大妹，今天也在工作。对，今天也在忙，所以她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就由我们的麦可乐团今天来一起共襄盛举，也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双联会啊！真的很感谢双联会，对啊，说在那个游乐市场举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，已经很多人在传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双联会所主办的，真的谢谢双联会，非常厉害，感谢，非常厉害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时间就交给你了哈。那我们先让我们的麦可乐团哦，先来休息了啦。今天呢，也带来这么多歌曲来献给现场所有的朋友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今天也有刚刚有说了，我们今天有很多。